著名的法国幽默作家特林斯坦·贝尔纳，他有一天去饭馆吃饭，他吃着吃着呢，他对厨师的菜啊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付过账之后，贝尔纳呢就对一个 waiter 啊，对侍者说：“啊，请您把你们的主人找来好吧。”饭馆老板来后，贝尔纳告诉他：“啊，你是老板吗？”“是。”“先生，有什么吩咐？”“啊，请你拥抱我吧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请你拥抱我吧。”“先生，这到底什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拥抱你啊？”“因为我要告诉你，永别了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这种菜这么烂，他永远不会再到这个饭店来吃了呀。所以他叫他抱他一下，拜拜。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有时候去跟别人争辩的。你们在工作单位，有的人跟你讲不讲道理，或者有些人对你不好，不很无理，你用不着去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开悟，他到不了你这个层次啊。所以抛开争名夺利的欲望，冲出人性的障碍，才能拥有一个慈悲的胸怀，化解人间的烦恼。